Hello，Hello，hello. 晚上好，下午好，来分享直播间，让你们看一下什么是转盘式的挤奶机，看看我们的奶牛怎么挤奶，就唱身骑白马的 DJ 版，来准备好，来我看看，我们下一次分享直播间，欢迎宝宝们回家，今天来到了上象山牛奶的。象山牛奶溯源地啊，来到了他们的牧场，带象山牛奶我带了快一年了，第一次来到他们的牧场，第一次来到他们的工厂啊。等一下呢，我会大家好好推荐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先分享直播间，唱一首歌，身骑白马，来，准备好，神奇奶牛。我爱谁，跨不过，从来也不缺。为什么那个人气不动啊？不动，向前走就能往回忆，这么跑调，编织相信着小树抽的水晶球，阻挡可能行动，放大看看我们的奶牛，来远一点，远一点，靠近的比我们视线就错远的波动，我向前走，不然在意这风中，眼睛狂刷弥漫了等候，耳边传来脆弱的呼救，追赶又这个是真的一点流量都没有啊，一点流量都没有啊，跑掉了，全部这个电音是怎么搞的？我给我所有，他们说明天，明天奶牛的产量能提高，听着我的音乐啊。泡沫灯光，我一心只想往宝船。看看我的奶牛来排着队。上转盘来挤奶，他上班了，你们上班了没有啊？人家上班了，知不知道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辛苦了，你应该来这里照。换一首歌吧，歌不行。来，老板，他们想听粤语，他们想听粤语歌，想听粤语，想听你唱的《秒针》，经常听他们。他们想听我唱的秒针吗？秒针，真的吗？来直播间五万人，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。今天来到了象山牛奶的我们的牧场，想要买牛奶的不要走，好不好？分享直播间，今天有优惠哦。不能说，等下限流了。先跟带大家放牛啊！等会牛来，他听着我的音乐，挤着奶，你知道吗？上山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着风筝，雨一夜上升甜蜜的秒针，潮流都发生无惧冷与风，渴望潮水如冰中，我流苏空空刹那之中惊醒与轮播，感叹时刻不过是错梦，上不了六万人吗？分享直播间来看牛了，看看我们的赞赞往上冲一冲，我就不信了，今天真的是光阴匆匆漂泊满城落，心里爱的他已不可爱慕，北风吹散我的拥抱，时态错怪为谁能轻易懂，来牛我跳舞了，给你们看牛扭屁股，潮流对望多一秒，往夜天真心里的他释放了，都从我过今晚后要掉人了，他们说这是催奶神曲，想上车，他们说上车上车，这官方真是一点流量都不给我呀，
我都跟他牛唱歌了，都不给我流量，慢慢给，都不给我流量，继续唱，身材真好，你们有口福，牛有眼。手上听到地没有唱，熄灭这城街灯，不去冷一风，偷梦藏身什么？八万人，什么八万？牛又看我跳舞又看我唱歌的，真的是他们有眼福，直播间家人有口福。娇娇怎么挤牛奶？人家现在不是人工挤奶，是智能化的挤奶，懂不懂？还有谁用手去挤啊？是不是没人用手挤，对不对？再来首歌，今天必须上八万人。来，今天变上八万人，今天我就在这个牧场里面陪牛了哈。好，今天就是就跟他们玩了。来，好，能不能好好唱歌？看着吐你还不快点出去，真是。来，舍不得牛奶，来舍不得牛奶。今天的牛奶我跟你说已经，哎呀，好有优势，都不要走啊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我还唱一首歌吗？对牛弹琴，今天奶，再来一首，好，这首歌就要来，重来。陌生的奶牛，你听我讲，是的，听你讲讲我的故事。你们知道我的故事吗？牛都哭了。哦，小黄车一会儿上，我们先唱唱歌，上八万人，让牛更快乐，奶才更健康。今天晚上牛气冲天。你看颜色又在远处落下，寂寞的城道比天边晚霞，迷茫的人走在路上上下，生活的虽让了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味好干净，对的。谁在西楼冲着儿女清茶，昏暗的灯拎起我的惆怅，热烈的酒拎起我的悲伤，难过的人扶着杯子消伤。陌生的朋友，你曾听我讲，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，想过满载荣誉回到家乡，上奶牛，上十万，这肆意的风摇啊了海棠，不是真牛，古人不是泪湿眼眶，你在吹牛，叹气格外就恨曾断肝肠，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，别留我一人在风里摇晃。你们说不是牛吗？不听现在，等一下我就跟牛站在一起。我留一个位置给你，老板，等一下让他们留个位置给你。你小心不要掉下去。十万人，走！有志者事竟成。留我一人在风里摇晃，偶尔想你为我披件衣裳，叹气旧爱旧恨曾断肝肠。提起故人故事泪湿眼眶，这肆意的风摇完了海棠，想过满载荣誉回到家乡，好乖哦。一种年前我也曾有梦，一点都不臭，我跟你说，陌生的朋友你曾听我讲，爱听我唱歌的奶牛，你们好吗？陌生的奶牛你曾听我讲，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，不想去昏暗的灯拧醒我的悲伤，谁在西楼唱着儿女情长，生活的虽让泪痕过脸颊，迷茫的人走在路上想家，寂寞的城道别天边晚霞，久违了，你看颜色又在远，他们说要我骑在奶牛身上唱歌能上20万人，不行，我能骑吗？我能骑到奶牛身上吗？能不能啊？能影响他们工作。不行，一定要唱到10万人。我要唱到10万人。但是好多等不及了，已经在喊上车了。你们是说还要继续唱一首歌上10万人，还是我现在马上上奶牛？上牛奶。10万我觉得没。告诉我，上10万，我们先上了10万人，我跟奶牛一起唱歌，付我不付他？奶牛，为什么你要付我？为什么？没有付你，不要付我，不会付你，你不要我，走。
要我心碎成沙，我唯恐泪雨沾湿你的红花。我等着雨落下，把回忆冲刷，千万句的道别离在春边融化，从此再不能相约春秋冬夏。我用尽余生去挣扎，少时万，你为什么负我不负他？等来等去等不到你的回答，我转身退下，远一点，心思在脑，我要看奶牛。今生欠我的，你来世能还吗？你为什么负我不负他？等来等去等不到你的回答，你换了一个人陪你花前月下，从此不再。实现你们，满足你们，酷不酷？飒不飒？太小了，这个牛啊！小牛犊不怕虎，牛不牛？太亮了，这个灯，我不想唱了。那不唱了，骑牛吧，唱个。哎，要不这先吹个牛？真的是对牛弹琴，唱什么唱？他们很快乐啊，你看。那他们快乐什么？奶量蹭蹭蹭的往下挤。来，接下来家人们，这个是假的，下面可是真的啊！是1000斤以上的牛。来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我要跟大家先说一下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的是象山牛奶的这个溯源基地啊。象山牛奶从我们去年带到今年带，真的跟他们是一直在合作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就怎么说呢，这一款牛奶。我的所有家们喝过以后全部都会复购，上个小黄车我再说，不然我会限流了啊，好不好？我上，我跟你说上了没有上啊？这个牛奶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不带，我一个月没有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一个月没带个牛奶了，但是我们的视频切片一个月能够跑1000万的彩，1000万的销售额，所以说这个牛奶多受欢迎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是的，今天我们会很详细的介绍。接下来呢，有请我们象山牛奶第三代传人，第三代传承人王总，有请，掌声有请，话筒，掌声掌声，很紧张啊，王总，王总你。王总小心啊，王总啊，来来来，欢迎，这是花，非常紧张，因为谭老板能来到我们象山，特别特别高兴，特别高兴，是不是？今天那个我们那个王总带我们也参观了一下我们的这个，你过来一点，带我们也参观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牧场啊，是不是？看到我们有多少台，我多少只奶牛？5000头，你要近一点啊，5000头牛，5000头牛，对。今天我想问一下你啊，我只问你一件事情，因为平时我们知道，我们平时跟象山牛奶合作，价钱是非常的划算了。但是今天我来到你们的溯源基地了，能不能还有点优惠？唐老板来了，必须给力呀！必须给力！今天还有优惠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比平时还要优惠，是不是？对，唐老板说了算，我说了算。好的，想要我跟你说，很多宝宝们等着我带这个牛奶，带了好久了，今天来到这里啊，我们格局打开啊！但是我跟你说，真的，王总，他们的企业，我在这里还介绍一个人，好，这叫，也是王总，也是王总，对，是您的长辈，是我小姑，小姑来，小姑啊，拿话筒啊，哦，小姑啊，你好，小姑，我跟你说，小姑今天我一来，她就说。他是我的粉丝，他每一场那个都会看，然后每一次我卖的货你都会买，除非牛奶不买，啥都买，除了牛奶不买，因为你卖的货都是真材实料，都是特别特别好的，特别好的啊！来，今天我们这样子啊，我们今天不说多了吧，我们要不然就一边上牛奶，一边来介绍。大家知道我们象山牛奶多少年了？
60多年了，66年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品牌。安卫生老牌子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的牌子，来有多少，来安徽老字号，什么才能评为老字号我就不多说了啊，难得是不是、哎、还有就是什么、哦、哇，中国知名商标牛奶制品，还有来快拿来、啊、你们没有一个人帮忙的吗？来看看，看看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这是高产榜单，哇、哦、OK 来这个厉害了老板，还有这个什么中国奶业协会颁布的5A级的牛奶，对，是不是没有见过6A 了，我跟你说好了，不说不看了不看了、啊、学生放心看一下，学生奶生产企业，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在我们象山牛奶，我们第一次带的时候是团队来到我们的这个象山牛奶啊，是不是团队来，然后他们说非常好，这里非常干净，多好多好多好，然后我就卖了，带了一年了，我觉得我应该一定要来一次这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的孩子们宝宝们他们可能是喝着我推荐的奶长大的，所以我必须来看一下，为你们负责任。今天我跟你说这个溯源力度，这个溯源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啊，好不好？来准备好，我们今天先说一下我们的力度，这个牛奶我不多说了好不好，喝过的好不好喝，一箱多少瓶，一箱12支，一箱12支，迫不及待快上车，快上车，一箱12支，平时我们买是59.9一箱，哎，现我跟你说这个奶在本地是非常出名的，对对对，家家户户都喝，来我们今天来平时一箱加一箱两箱、嗯、再加一箱要多少钱，180，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听好了，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听好了啊，今天3箱到手，我们先说生产日期、啊、生产日期多少，什么时候、都是这本月生产的，本月生产日期，本月生产的新鲜的奶牛在后面挤奶啊，家人们来挤奶，3箱平时是多少，平时180，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来79.9，哇、哦哎哎、还不行啊，79.9不行、啊、不能这样卖，不不不，这个怎么只是3箱吗，对，你怎么还拿来紧张呢，今天这样子啊，听我说，3箱79.9平时你们卖的价格，说实话他们的利润真的不高，这样的奶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详谈啊， 好不好，王总今天这样子我来到这里的话能不能给点优惠，你觉得有什么优惠呢，既然都是在唐老，都是唐老板的，对，您要不这样子，铁粉，因为我们很多脑粉宝宝都不只是买过一次、啊、他要复购2-3单的，你给点优惠，要不这样，今天买2单你给点减点券，这样子吧、啊、我今天我来说吧 好不好，王总今天来到这里，平时买79.9我知道你的利润是非常薄了啊、嗯、今天这样子3箱到手79.9、嗯、2箱起的话咱们直接手2单，咱们直接手5块，满100减5块，可以，满100，咱们今天减5块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接拍的时候交啊，就1万单还没上架嘞、啊，你交怎么拍2万单啊？不是不是，1万单是不是？先上1万单，对，不能太多，只有1万单是不是？5万块钱，1万单一拍2箱，拍两单，拍2单少5块钱。100少5块钱，准备好2单起更划算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，有今天就前1万单有哦，对的，对的，后面1万单我不确定有没有 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，1箱12瓶，对对对，3箱到手79.9，是的，两单你们买2单的话就6箱，6箱的话就72瓶了啊。来，准备好，3、2、1，上架，来。教一下大家怎么下单啊！能拍到的赚神拍，前1万单的话，我们王总来到了，老板来到，王总给了优惠，满100减5块，直接在购买的这里加一个二，加一个二啊，看到没有？加一个二，然后我们这样子支付的时候就会直接减5块钱，看到吗？我直接买了啊，直接减5块钱。咱们这样子，有很多人，我跟你说，很多人说怕买回来过期。第一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个是本月新鲜的生产日期，本月新鲜的生产日期。上错了吗？我买了没捡到，怎么没有捡呢？家门稍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下。来，我跟大家说一下、嗯，很多人跟我说啊，很多，等一下，如果稍等一下，家门啊，抢到了，你们抢到捡到了吗？你们捡到了吗？捡了吗？捡了吗？捡了，告诉我捡了，好吧、啊？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再说一下啊，好不好？嗯、保质期有几个月？6个月。6个月。我跟你说，3箱到手12瓶，到10月份、嗯、
可以喝到十月份。对的，你一家有孩子有老人的，咱们就闭眼拍就行了。而且你这个送人很好。刚刚我看有人说什么，有人说这么便宜能喝吗？来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说，今天我来到的奶源基地，来到溯源了，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家推广一下这个品牌。这个品牌，来，我们先看看奶，拿我手机来，拿我手机来，来，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奶。首先我们说奶牛，对，首先一定要奶牛好，奶才会好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奶牛从哪里过来的？澳大利亚过来的奶牛。澳大利亚，全部是澳大利亚过来的奶牛。澳大利亚过来的奶牛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吃的奶，我想问一下，一只奶牛一天的生活费有多少？我问一下直播间的人，猜一下，奶牛一天的生活费你们觉得有多少钱？大家可以猜一猜，猜一猜，来，你们猜，你们自己一天的生活费多少啊？觉得有多少钱？大家可以猜一猜，猜一猜，来，你们猜，你们自己一天的生活费多少啊？没听过，你喝过这个以后，你不会喝其他品牌了，我就跟你说，我一天五十都不到，来，我一天，怎么没减呢？抢完了。有的已经减了，家们，多少单抢完了？好多人减了，你告诉我多少单抢没了？啊，这么快吗？啊，我们说一万单，你跟五千单干什么？没了，不是你那个券，是你们那边工作人员券要多给点。券呢？有的人拍了两单，两单的拍的。哦，对，接着给，接着给，接着给是吧？对，不是一万单的，说好了的呀，王总。我可能上面工作人员那边的，工作人员弄一下啊，把那个券打开好不好？我们来继续来三补一点，补一点，补一点，上链价来补一点。我还没说完呢，刚刚说的啊，第一，奶牛是进口的，澳大利亚过来的奶牛。然后呢，每天没有减钱，我真的要疯掉了。介绍一下几箱吧，老板，他们刚进来的不知道。平时我们买一箱是3块钱一天。哎呦，你想啥呢？你真的是3块钱一天养得起牛奶吗？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，现在进来的朋友们啊，来，今天我们来到了上山牛奶的溯源基地。我们这个牛奶在本土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个，现在国家说的最多的一个字，新质生产力，提倡的新质生产力。你们知道吗？全国有多少家评上了新质生产力的厂家吗？公司吗？少之又少，安徽就这一家。真的，全国只有50多家。全国，你们不要每个人都说话，我真的是。全国50多家评上了新质生产力的公司，我们象山牛奶就是其中一家公司。是。所以说他们的高度是非常高的，这个非常很多上头都是认可的哈，这个品牌。来，我们今天再说一下象山牛奶。来，现在进来的朋友们，今天来到溯源地啊。是的，我们一箱牛奶呢是12瓶啊，12瓶，然后呢3箱今天到手是79.9块。对，79.9块。但是今天在溯源基地，我们拍2单，好，来再减5块钱，所以一定要拍2单起啊，好不好？还没减的，来，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减，好不好？今天到手3箱79，到手36瓶，每瓶2.2块。来，点击我们链接，点击一号链接，一定要在我们这个79后面这里有一个券，看到吗？点击领券啊，点击领券，店铺券点领取啊，领取成功 ，OK， 2单直接减5块，直接要领取那个券啊，对的。来，对的，好了，你们不要打扰我。我刚刚说到那个要把我打扰 了是不？我想你不要说啊，我在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你，我来说一样一样说。第一样，我们刚刚说为什么有些人说不敢喝这个奶啊，不敢喝这个奶。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你把那些牌子能不能摆在这里，让大家先看到这些牌子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奶牛是我们澳大利亚进口的奶牛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一只奶牛，你知道它一天的生活费有多少吗？有些人说5块，有些人说10块，有些人说50块。我跟大家说，他们的奶牛一天的，一只奶牛一天的生活费多少？要130多块钱。130块钱一只奶牛的生活费。对的。为什么贵？来跟大家说一下，一只奶牛首先是进口的，然后再看一下，来，我们的所有奶牛吃的这个是什么草？对。木须草，木须草，燕麦草，看到没有？都是进口的，来，看到没有？进口的，澳大利亚进口的木须草，表这个报关单有的啊，就是这个草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这个草，他们吃的草，来，看到没有？都是进口澳大利亚的草，来，还有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小姨，是燕麦，燕麦是吧？这个也是进口的燕麦。
就是那个玉米鸦片，玉米鸦片，玉米鸦片，还有这个呢，是还有这个小麦。我跟你说，王总在这边种了2700亩的小麦，那个麦穗都是给奶牛吃的，所以你说他们的生活费贵不贵？有人还说不敢喝这个奶。我跟你说，他这个奶是放心奶，中国学生奶的放心奶啊，好不好？回过了六四来。学生饮用奶源基地，基地是的，而且是奶业协会颁发的。来，还有这个5A 级的拿给我。5A级拿给我，来。这个也很厉害哦，含金量很重。我跟你说，中国驰名商标不是吹的啊，好不好？不是吹的。是的。不敢喝我们家的彩虹团的宝宝们都是。他们。彩虹团的宝宝们都是喝着这个奶，很多宝宝喝着这个奶长大的。对，喝一年多了都。来，5A 级中国奶业协会。你不敢喝，你敢喝什么奶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奶你都不放心喝，你真的没有奶可以放心喝了啊，好不好？没有奶可以放心喝，而且这个奶，我跟你说，你喝完以后你会发现跟其他奶不一样，他喝完就喝其他奶不，快过期来告诉大姑，告诉告诉他们，十几，你不要一个人说完了好吗？我在问呢，来，我问一下大姑，这个生产日期什么时候？全部是四月份的，四月底。四月底哦，现在才五月，五月初，四月底都一个月之内的生产日期，保质期多久？六个月，能喝到十月底。六个月的保质期，所以大家放心，如果你没喝过的话，你一定要试一下我们这个奶，好不好？三箱，一箱到手12瓶，今天平时这个都是要三五十块钱一箱的，对的。今天三箱到手79.9块，而且我们今天来到溯源基地的话，拍两单，六箱到手。再减5块，对的啊，这个价格真的是没有的，因为我跟王总合作了一年了，我这个价格在我的直播间抖音上有没有跟我的价格一样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只有我，只有比你贵的，只有比我贵的，没有比我便宜的。来，再告诉大家怎么下单。来，现在是已经10000家了，近10000家了啊。然后但是有3000多的宝没付款，又占了库存，你们占着那个券，别人想要券又买不了。对，那你们抢了一定要抢两单啊，好不好？要抢两单。我就这样跟你说，这个奶，现在很多宝宝们新进来的宝宝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奶呢，确实在新进来的宝宝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奶呢，确实在抖音上只有我是最，对你把它卖爆的，最先的。就是这个奶，这个在抖音上。我是第一个卖的啊，所以呢我跟他们是跟王总他们真的是一直在合作，然后呢我其实带这个牛奶带的不多，但是呢就是上个月我的切片，就是切片是什么，就大家拿我现在在带货的这个视频，他做了另外一个视频，然后挂了链接挂到视频上面，就上个月卖了1000万的销售额。我跟你说这个是回购非常多的啊。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他们有3000个占了那个券，别人就买不了。3000个的占的没有，占的那个5块钱券又没支付，还有3000个没支付的是吧？对对对对。来，我来说一下，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想要的，我们再清一波库存啊，好不好？我清一波库存准备好，到手3箱79.9块，买2单6箱，再减5块，是的，好不好？只有今天有。来，最后3000单，我们上一下，3、2、1，上架。来，还不知道怎么领券的家人们，点击我们小黄车一号链接，然后链接上面会写了一个买100减5块的券，点击领取就 OK 了，然后支付2单再减5块钱。对，食品榜第一名哦。食品榜第一名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个牛奶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就是我跟王总真的也是跟象山牛奶特别的合财啊，是不是？你的话筒要近一点才行啊。总是跟大主播在一起有点紧张。别紧张，我知道你经常平时经常看我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也在我直播间经常买东西。我是铁粉，钻石粉，钻石粉。看不到牛了，来。刚刚现在直播间进来宝宝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牛呢这边都是智能化的生产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然后呢牛呢不是人工挤的，现在啊，现在牛啊都是智能化的，看到没有，都是这个排着队在智能化的人工那个转盘式的挤奶啊，转盘式的挤奶，好不好？来看到我们的奶牛就在后面，这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这个地方会很膻，那个味道很大，但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味道啊！来，我今天再说一下，最后这个还有多少单？你看一下，最后还有1300单，1300单啊！最后1300单来，啊，我来又没有了，你1300没有啊？来，有啊，上水了。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奶，
没有喝过的人他不敢尝试。对啊，但是你只要喝过一次你一定会回购。我跟你说你可以试一下，真的，这个牛奶你喝完以后你就觉得跟别的牛奶是不一样，它的浓味浓稠度啊，看到没有，这个配料表里面只有生牛乳，没有乱七八糟的成分，你放心给你的孩子给你家老人喝啊，好不好？牛奶一家老小都必备的啊，好不好？学生放心奶，中国驰名商标五 A 的一个五 A 的什么，那个叫五 A 的什么，来看看看一下，现代化等级是五 A 乳制品生产企业，而且全国有60多家新制生产力的公司，50多家新制生产力的公司，我们象山牛奶就是其中一家，而且安徽仅此一家。对的，来，老板他们说想看一下奶的浓度。哇，好浓啊！就你去年喝和今年喝浓度都是一样的，浓度都是一样的。看，来看到没有？它的牛奶挂壁腾顿，看到没有？挂的壁特别香，特别香。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怎么样看一个牛奶好不好啊？我一个姐姐啊，我就跟那个大家说一下，我家有一个姐姐，她平时呢都在国外啊，她平时呢都在国外，然后呢，他们呢喜欢，她是喜欢喝咖啡的，她喜欢喝咖啡，然后呢，她就用我买的这个奶，你知道吗？她来打奶泡。我跟你说，一个奶质品质好不好，你打奶泡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识货的人还是很多的，而且我跟你说。咱们现在真的没必要喝国外的奶，进口奶，我们这个一点都不比国外的差。关键咱的奶牛全部都进口的，相当好。奶牛是进口的，他们吃的奶草也是进口的，所有东西都吃的都是进口的啊。关键还吃胡萝卜，还是胡萝卜水果，而且他们是自己种了2000多亩的小麦。对，2000多亩的小麦，那个麦梗是专门给牛吃的。对，你太淘气了，你们真的是啊。对的，酸奶呀，想要。他们想酸奶，想要酸奶的吗？牛奶行，我跟你说，很多人正在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个奶不好，你不要买，你千万不要买，因为今天库存也不够。你说实话，那奶这么挤，你不要。